to give to get， 另外一樣就係、是、即係你付出或者施予，你先會快樂嘅。咁好多研究嘅，呢而家最近都出咗好多研究報告，就係譬如成日講嘅啲人就話喺美國做一個研究，就係有人揾咗兩堆人翻嚟，啊年齡、性別、種族，誒、兩堆人都係 match 嘅。咁然後咧就即係將佢隨機分成兩組 randomize 嚇、啊。咁跟住就兩組人咧喺開始。這個研究之前呢都度曬佢啲快樂指數啊、開心指數嘅，咁跟住咧就跟住嗰個研究係做啲咩咧？兩組人都係俾一嚿錢佢嚇、啊，其中一組咧就叫佢你買咗啲你自己喜歡嘅嘢，使喺自己身上；另外嗰組人咧就係唔准使喺自己身上嘅，你要攞嚿錢去幫啲有需要嘅人嘅嚇、啊。好啦。咁佢使咗嚿錢，跟住又量度啊，佢有幾快樂啊？咁就發現兩組人都好快樂，嚇、嗯，好、啊、正，差唔多嘅，嚇、嗯啊。好啦，若干個月之後咯，跟住抄曬佢哋翻嚟，再度下佢哋有幾快樂啦。啲錢使喺自己身上嗰啲人咧，嗰啲快樂感覺已經跌曬啦，冇咗啦。啲錢使喺人哋身上嗰堆人咧，就仍然係好快樂，嚇、啊。咁佢呢個幾有趣嘅研究就講緊，即係話原來幫人哋咧嗰個快樂係持久好多嘅。所以當大家有多餘的精力、啊、智慧、啊、錢、啊、口水的、啊、時候呢，不妨幫下你周圍身邊又好，離開我們遠一點的，去到非洲、啊、南極、啊、企鵝人、啊、人都好、啊、就你會快樂很多的、啊、其實我們都算挺幸福的了，在香港這個環境、啊、除了值得感恩，都應該很珍惜的我們這個系統，是吧？亦都可以利用我哋所得到，俾其他嘅一啲地區嘅人類得到更多嘅嘢嘅時候咧，我哋享用之餘，做翻少少回饋嘅嘢去幫下人，即係因為中華十里始終會有好多人冇我哋咁好彩嘅，嚇冇我哋咁好彩，又飲咖啡，又飲紅酒，又食啲咁鬼正嘅嘢，咁好難嘅嚇。仲有聽個傻佬喺度講嘢，咁可能都係幸福嚟嘅。